二亮水哥啊，瑶是一个能护体队友的分子英雄啊，很多玩家都在研究他护体队友后的效果。最近就有一位玩家很好奇，如果瑶身上有蓝 buff 的话，他护体的队友能否同时也享受到蓝 buff 的增益呢？啊，伟哥看到这个问题也很好奇。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做一个测试看看，有蓝 buff 的瑶护体队友后，是否也能让队友享受蓝 buff 的增益？首先，我们让瑶拿到蓝 buff， 然后护体到队友安琪拉身上。安琪拉在不停的释放技能啊，看看安琪拉的蓝条会有什么变化。我们可以看到安琪拉的蓝条其实是一直在消耗的，也就是说瑶身上的蓝 buff 增益对安琪拉一点用都没有，所以不管瑶身上有没有红蓝 buff 都不会分享给护体的队友，如果想自己有 buff 增益就只能自己去打 buff 了。那么小伙伴，你们对瑶护体队友后还有什么疑问的，欢迎大家留言评论，到时候伟哥一个个测试给你们看。